是啊，我一看见您这样，我就知道您不是这种人哦。哦，我是想跟你买几样开山的家伙。哦，那请您随便的看一看吧。好。这个要是不中您的意的话嘛，我可以给您定做。哎，你刚才说这个猜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哦。 是有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彪形大汉，在那个地方主持哦。满脸大胡子彪形大汉，是啊。听说呀，他有2车的银子做镖财，就在那个客栈里头啊，已经待了3天3宿了。最近这个百里。 老百姓啊，都闻风即中在这根喽。一之所在，取之哦。啊，您这在说什么呢？好，没事。哦，那个大胡子呀，彪形大汉，他有一个怪毛病，要是别人的谜底呀，被他猜中了，他就不叫他们给银子。 只要给他磕个头啊，就行了。那么要是那大胡子的谜底被他们大伙儿给猜中了啊，他就大把的给银子哟。哦，有这种怪事？是吧？如今这年头啊，世风日下呀，为了几两银子，就跪在地下给人家磕头，哎，这实在是太丢脸了。 现在我开始有点佩服魏老头了，他实在是有两下子。小鱼儿，我们既然已经被困死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骗我们来这儿呢？这理由太多了。他把我们关在这儿，他就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动。
甚至于大吃大喝，等到我们饿死了，他就可以逍遥自在地走了。那你认为他没有抱着必死的决心哦？嗨，傻瓜才会相信他肯陪着我们一块儿死。他这是一计之中另有一计啊！我猜想，他本来只是想把我们引到这儿来，可是没想到，两位移花公主也跟着上当，一块儿进来。现在，我们就像是被关在石洞里的猴子，不得不变把戏给他看。小鱼儿，你是说他会偷看呢？嗯，那当然了。他把我们关在这儿，就是为了想看我们死前的挣扎会做出什么样的丑态。我真不敢想象我死之前会是什么样子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还是一定很可爱的。说不定我饿极了会把你吃掉哦。你不怕？我不怕，反正你把我吃了，我们两个就会变成一个了，我怕什么？慕容九，你实在是太聪明了，要不然我说不定真的会喜欢你哦。邀月，莲心，看你能够支持多久。小鱼儿在干啥？江小鱼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啊，搭茅房啊。茅房？啊，吃喝拉撒睡是一个人每天非做不可的事。嗯，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吃喝嘛，可是以前吃喝的东西总还是要拉出来。我既没有办法让它留在肚子里，又不能把它拉在裤子上，当然只好用这个办法了。江小鱼，嗯，你敢如此无礼？无礼？这是世上最有理的事了，你怎么说他无理呢？难道说你要我拉在裤子上，那才真的叫无理呢？哦，你茅房坚固得很，就算是用上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坏。嗯，来，我一向是敬老尊贤，你们如果要用的话就先请吧。你呢？我不想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，现在你想去了？讨厌，你坏死了。现在你们应该感激我了吧。
去了老半天才回来，开山东西都买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老大，我在山底下遇见一个人，你猜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谁？轩辕光啊！啊，光！哎，他到镇上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他在那客栈里搞什么彩礼呀？嚯，一大堆人呐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我好不容易挤进去才见着他。他是一个人来的吗？当然他一个人呐，眼睛红红的，胡子长长的，精神头挺大的。哎，他那个猜谜的规矩啊，别提有多怪了。有什么规矩啊？什么规矩？人家假如猜中他的谜呀，他给一锭银子。别人如果猜不中呢，不用给银子了，就冲他磕个头就行了。哎呦，引来好多人都为拿银子的。哦，哎，他真的给银子啊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一锭一锭银子给人家的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是存心散财啊？奇怪，这轩辕光一向是穷出了名的，怎么忽然间会有这么多的银子？是哪儿来的呢？哎，我在旁边算计着。他这几天呢，起码给出银子有好几万两了。你有没有问他银子哪来的？我急着赶回来，我也懒得问他。不行，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哎，对了，咱们闲着是闲着，不妨去凑凑热闹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好啊！啊，我也正问着，去看看吧。嗯，那个杜老大，这开山家伙都买来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开山呢？杜老大，我们缓一段时间不要紧的嘛。哎，哎呀，我不是说不救小鱼儿，而是怕咱们也不是移花宫的对手，万一大伙儿一块儿……哎，杜老大，我们这个家伙都来了，还不马上动手啊？哎呀！咱们呐，等他们什么时候饿昏了，咱们就什么时候动手。你输了，磕头，磕头。哎，你瞧，这轩辕光三天三夜没睡觉，嗓门还那么大呀。我再出个题目。我问你们，这人有什么最好？人有钱最好。不对不对不对，错了，磕头磕头。你说，人有什么最好？我不知道。你快磕头啊你！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呐，有学问最好，有良心最好，知道不知道？哎，对对对，有学问还要有良心最好了。好，就算你猜对了，赏你20两银子。哎呦，谢了谢了谢了，太好太好。我看轩辕光这小子疯了，大概移花宫的人，快出来，我们去开山吧。不。我在想轩辕光的银子，我觉得很纳闷了，他这银子哪里来的？我真想去问问，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嘞。嗯，是啊，这元宵没来，你当然觉得不大对劲儿了。不是，哎，我再出题目啊，哎，慢着，派头倒不行。
小啊，我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少啰嗦，你要看好戏就乖乖站在这儿，不要动。哎，真是想不到啊，我这小庙会来了这么大一个菩萨。哎，我看呐，轩辕光今儿个要栽个大跟头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没瞧见啊？这是慕容世家的人呢。啊，慕容世家，坐坐。有劳久等，抱歉的很。没有关系，你这个大主顾来了，哎呀，再等我得要等他。嗯，我这箱银子，你要是猜对了，就送给你。哦，那就请姑娘出题吧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不过我有个新规矩，有来有往。规矩？什么新规矩？这个箱子只做一个谜题的彩头，你要是猜对了，这箱……啊？怎么？你不愿意？哼，彩头既然是你说的。哎，这出题就得有我，这是我的规矩。我出的题，你要是猜对了，我所有的银子都归你。也好，请。你猜猜看，我抓的这个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呢？快点快点啊，不要磨，我还有这么多人在这儿呢。果然高明。猜不着了吧？你这银子归我了。嘿，慢着，我猜那是只公的。公的飞了已经。飞了也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把它抓回来呀。不过得是刚才那一只哦，要是找到了，那我就猜对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就算我呆了好了吧。我也知道了，你来到这儿并不是来猜我，你是另有用意。不过你打听那事儿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儿？江湖上早有传闻了，谁要知道慕容九姑娘的下落有重赏，对不对？好眼力，竟然认识我。慕容世家是天下驰名啊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不然我这几十年我就白活了吧。不过慕容九我见是见过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。你不是做过他的跟班保镖吗？是啊，那是以前呢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他现在在哪我就不知道。难道……我想你轩辕大侠也不至于骗我吧，以后碰面的机会还多的是。那我先到顾人玉那儿去，他就要和张青成亲了，我先去给他道喜。再见。不愧是慕容世家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慕容九姑娘现在跟小鱼儿在一起。跟小鱼儿在一起？是啊，她是跟小鱼儿在一起啊，不过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。再见。哎，别走，把这箱银子抬走。这箱银子就送给你了。哎，不必，你还是送给顾人玉做贺礼好。多谢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Thank you.
什么人鬼鬼祟祟的？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还不快点出来！叶大侠，这个人恐怕不敢出来见你吧？哦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不敢出来见我，所以。 跟在叶南天的身边，看方向，一定是下山到小镇上去。我得想个法子救我爹。文不武跟武不文。 这两个人就住在附近，我可以找他们商量个计策，设法把叶南天除掉。现在移花公主跟小鱼儿都困在天外天，希望他们能够同归于尽。 到那个时候，这江湖就是我江家的天下。慕容九，你渴不渴？小鱼儿，求求你不要再说的渴字，我。 小鱼儿，我们已经被困了好几天了吧？嗯，最少也有两三天了。哎，小鱼儿，嗯，你看邀月跟莲心他们两个不累呀、啊，怎么为什么不坐下来呢？地上脏，高贵的移花公主怎么能坐在那么脏的地上？ 变成像魏老头说的那个样子，嗯，好渴，谁不渴？我想去求我干爹，求他。慕容九，你别那么没出息好不好？一个人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越应该坚强。 不能像恶劣的环境低头啊！移花公主，你们不是渴了吗？
啊？那个水果又大又甜，水分多得很。哎，你们去捡呢？的东西都要捡起来吃了，真是有趣啊。你不要忘了，现在魏老头那双贼眼说不定还在偷偷的看着你，你要是把这瓜捡起来吃了，不是让他正中下怀了吗？捡起来吃的话，就没有人会笑我，因为我本来脸皮就厚。魏老头，谢谢你了啊！该死的小鱼儿，破坏了我的好事。不行，我得想法子让移花公主出丑。这口窝囊气我忍了20年了，今天非报不可。酒，嗯，俗话说，酒能乱性。嗯，好甜好香啊！看样子，一个人脸皮厚一点，倒也不算是坏事。这个给你们吃，拿走，我们不要。嗯，我知道移花公主绝不会肯吃别人丢在地上的东西，可是这个瓜嘛，是我恭恭敬敬送来的，你总可以接受了吧？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哎，一个人在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居然还能够为了自己的面子什么东西都不吃，这种人也值得敬佩啊。来，这就算是我对你们的敬意，吃了它吧。小鱼儿，嗯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哎，这理由还不很简单吗？如果不是为了他们好面子，我们还能吃得到这个瓜吗？可是你都给了他们，那你吃什么呢？嗯，这东西是我的，我爱给谁就给谁呀。哎，有的时候我真奇怪，不了解你这个人。嗯，一个男人要是被女人了解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他还有什么活路啊？喏，这一半给你，算是对你的敬意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呢？嗯？因为那一半比这一半大，我要吃那一半。嗯，以后如果再有人跟我说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，我不打他两个大耳巴子才怪。吃啊！移花公主，你渴极了，不怕你不喝我的酒？哼，喝了我的酒，我就有好戏看。小鱼儿，来给你们送酒来了。
啊。哎，这儿还有啊，多的是啊。哎，快拿去喝。来，刚好十二瓶。小鱼儿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明明知道酒可以补充体力，这十二瓶酒可以让我们多维持好几天呢。嗯，酒能补充体力固然不错，可是酒也能乱性啊。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再喝上点酒，也许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魏老头这一手实在是厉害得很哦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酒留下呢？我自有道理。哼，还是老规矩，一人一半。拿走。我们姐妹从来不喝酒。嗯，就算你们平常是滴酒不沾，可是现在也应该喝一点了。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连酒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，那不是白活了一辈子了吗？请吧。好香啊。喝喝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小鱼儿，嗯，来，我敬你。好，我先喝为敬。不管你醉不醉，我都不许你喝酒。你不让。
你已经管了我一辈子了，姐姐，我马上就快死了，你还要管我啊？算了，我自己也离死不远，我又何必管你呢？小鱼儿，嗯，来，我再敬你。好，你实在是个好可爱的孩子。我真的很可爱吗？嗯哼，那你为什么要叫花无缺杀我呢？等你死了，我再告诉你这个秘密啊。好，就算我死了，我要等你先说出这个秘密，再去见阎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嗯。可是，如果你先死了，先死，那我就在黄泉路上告诉你。能跟你这么可爱的女人一块儿死，倒也真是不虚此生了啊！我可爱。难道比她还可爱？莲心呀，嗯，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哦。我这一生当中，还没想今天这么开心过。李元庆，你疯了你！姐，为什么你老在我最快乐的时候，想尽法子让我痛苦呢？你管了我这么些年，再也不听你的了。我死也要快快乐乐的死。姚月，想不想逃出去？想不想杀了姚月朱祁？难道是？快把这儿所有的灯火熄掉。姚月。就是我死了我也要看。魏老头儿，你没想到你又上了我一次当了吧？好，想不到我魏无涯霍霍一世，居然又上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的当。
哼。